本期讲解一个2024娱乐新风潮，视频号创作者分成加抖音广告，万元轻松月入万元，轻松到手啊！这个项目旨在通过讲解各类娱乐热点事物和人物来吸引超大流量池中的流量。大家在刷视频时最喜欢关注的，无非就是心仪的网红明星或者是最新的热点新闻。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对这些信息片段进行简单的收集与整合，让人们能够更快速、简洁的获取到所需要的信息。啊，我们的玩法拥有极大的流量潜力，适合的粉丝群体不分年龄、地域和性别，几乎人人都是我们的目标受众。在如今的互联网环境中，大家都明白流量等于收入，这个玩法是2024年最具潜力的赚钱方式。这是头条的收益啊，一个星期的收益能赚6000多啊，扣税之后6000多。这是视频号的收益啊，多个平台分发赚钱是非常多的，非常多。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四节视频课程讲得非常详细，项目需要的资料全部都有提供，包括文案需要的软件全部都有提供的。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比如说这一个娱乐新风潮，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